各位尊贵的嘉宾，各位大德，各位师兄师姐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那么前几天呢，我才收到那个我们的黄警官的邀请，临时要我们实验室来这边做个汇报，因为时间冲突啊，我们的教授还有讲师们呢，大家没空，所以以后要那个邀请要早一点，所以今天呢。找不到人，我只好上来充数哈。那今天我不是来演讲的，先讲清楚，我是来汇报，把我们实验室这几年来呢，我们一些心得，我们一些发现的一些东西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响应就好了，来欣赏一下我们的结晶有哪些东西呢，可以带来给大家的一个启发。那么师父在讲这个，原来这个题目啊是讲那个恢复地血和血的水之道。那这个题目是联合国要报告的题目哈，所以我就不重复了。我看看你们的标题是孝治天下，那个传统文化的高峰论坛，所以我们就讲一些跟孝有关的。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哈，我们的师父上人每次讲经，甚至也不是讲经，你碰到他的时候请他开示，他通通讲什么呢？讲宇宙的奥秘。那我们所有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讲一段宇宙的奥秘。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给各位看一个短片，能量奇幻之旅啊，大家先看个短片就开始，只有几分钟而已，暴风雨，阿波罗，妈祖，我们都把它看成一个像光碟一样的看，他们有何共通点，比较好一点，他们代表大自然中的闪电、风、火、水，这些都是存在宇宙中的能量。植物因阳光而生长，爬虫类借阳光温度孵蛋，妈妈将发霉的被子拿去晒太阳，用火烹煮美味料理，西医用 X 光检查身体，中医用阴阳五行判读人体，手机需要电才能维持运作，能量充斥在生活周遭，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甚至我们本身就是能量体的一部分。爱因斯坦说 E 等于 MC 平方，即物质与能量在某种可能下是可互相转换的，又或者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物质与能量就像钱币的两面，当一方改变，另一方也会出现变异。听过蝴蝶振翅、会在另一半球出现飓风吗？展示这个拍摄 Brad Brandon 提出无量之网的概念，以及所有万物都交织在能量的巨网中，若少了能量我们便无法解释，何以气功师父可以远距离推动树木，何以苹果在金字塔中不会腐烂，何以将本圣博士的水实验中水会因不同讯息产生不同结晶呢？何以零极限疗法可以用四句话治愈疾病，又该如何解释心电感应发生在母与子、双生姐妹、热恋情侣之间？ OK， 大家刚刚看了以后呢，有几个重点。他刚刚讲话，宇宙像是一个电网一样，然后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刚刚讲了，有两只小蝴蝶在北半球拍拍翅膀，然后它的讯息就传到整个宇宙来，然后就在南半球产生一个飓风。
那这是告诉我们，连小蝴蝶，我们师父常常讲经讲到，人包括一个微小的粒子呢，都跟宇宙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个每一个粒子呢，跟整个宇宙是相连的，就像电网一样，你这边一通电，所有的宇宙通通通电。所以呢，当我们起一个念头，我们的这个念头通通整个宇宙通通都接收到了。那这时候你都会以为，大概别人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那么师父讲呢，事实上呢，全宇宙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啊，那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从宇宙探讨，我们首先呢，我花一点时间，这个很重要哈。大家以为说这个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事实上我认为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师父每次都讲，而且任何人找他问问题，他都会讲这个。那这个如果不重要的话呢，师父他就不会来讲经了。所以我们特别讲这个东西。那人类千百年来呢，不断的在探索这宇宙的起源哈。啊，尤其我们的佛陀，这个真的是很远哦，太远了。尤其是佛陀呢，他在那个雪山，他打坐入定。他当时的状况呢，佛经上讲，他讲的是台这边写一个寒潭止水，皓月当空。佛陀当时入定的境界呢，就像那个潭水一样平静无波，所叫的极而常照。那么皓月当空呢，就是普当空普照，是照而常寂。所以佛陀当时的境界呢，是极而常照一如的状况。那时候呢，他在观天上的那个空天空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颗明星出现，这时候呢，他触景慧心就豁然开悟。啊，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看到一个明星突然出现以后，他就开悟了？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哈。或许他真的悟到这个宇宙可以无中生有，他突然就出来了，甚至于那个物质也是可以从无中生有来的。那怎么去探讨它呢？为什么我会很注重这一句话呢？宇宙的起源，因为佛陀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前面讲了三句重复的话：奇哉奇哉奇哉，有没有？大地众生个个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自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无师智，就是不下学的智慧；还有自然智，就是你本来自己具有的智慧，自然显现。我的。那这句话就是因为佛陀他看到宇宙的起源的时候，他马上开悟。这时候开悟，他所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华严经》里面又提到，不是《华严经》，《法华经》里面有提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先讲佛经上所讲的，那这个心呢，这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我们一般来讲的那个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如来藏心。佛呢，就是我们自信。我们自信的心，然后众生呢？这边的众生不是指人而已哈，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动物、植物、矿物，包括时间、空间、虚空法界，通通包括在这个众生里边。所以呢，这个众生跟佛心呢，还有我们所谓的如来藏心是一体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我看到这个明心开悟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只是告诉我他我们了解宇宙的真相是无中生有的。但是这个宇宙呢，它我们那个自信跟我们宇宙呢，是它原来的样子是怎么样呢？它有什么特性？我们不太清楚。那佛开悟的时候是30岁，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尊佛哈，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的时候是24岁，他讲了五句话呢，就把整个宇宙的真实真相讲明白了。那《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五句话而已，就是说呢，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啊，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这句话就把所有的那个我们宇宙的真实真相呢，整个宇宙的奥秘通通讲清楚了。那这个我们先暂时不讲，因为等一下我们用科学的方面来探讨，我们把它对照一下，你们就会了解。那么《楞严经》也有提到，诸法所生呢，唯心所现，一切因果，还有那个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因为这个念头而形成体，体就是物质，就形成成那个形体，就是我们宇宙生成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最后师父讲了一句话说呢，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宇宙的真实真相。那因为我们看到这边就好了，我们等一下看下一个。事实上师父讲
宇宙的真实真相讲的最清楚，也是佛陀讲的最清楚，是他跟弥勒菩萨的对话。这个师父是不是讲经常常讲这个东西？一定是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师父每次都讲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宇宙的真实真相就是念头来的。那我们念头快到怎么样呢？佛问弥勒：心有几念？有所念，几念几事相也。弥勒言：举手弹指之起，32亿100千念。32亿就是不32亿，我们正在开始。师父帮我们计算的很漂亮哈，上面写一个32亿，然后百千呢就是10万，乘起来就是320兆。而且呢，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形皆有事，事就是精神，精神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通通记住。那么师父讲经是讲一个人，他一秒钟可以弹7下。我做过实验，我可以弹3下，我们实验室的人可以弹4下，所以我都帮你们计算出来了。我弹三下的话呢，就是一秒钟它有960兆个的那个念头，就是生灭。那如果4下的话呢，是1280兆个生灭，就是一个一秒钟之内就有这么多的生灭，就这么多的念头。那师父讲经的时候，它有2240兆，也就是等于2.24×10^15。那这个天文数字呢，我们一般人不容易想象得到。所以呢，佛陀呢，他有一个方便说，在人王经里边呢，他说一弹指呢有60个刹那，一个刹那有900个生灭。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来算它呢，如果我一秒钟弹3下呢，我就有16万2000个生灭。4下的话，它就216000个生灭。那师父讲经讲7下。它就有378000个生灭，也就是等于3.78×10^5。那10^5呢，我们比较容易想象得到，那15次方就很难想象了。但是这个是方便说哈。那我们讲佛法呢，这个地方就讲到这里就好了。然后我们不要懂太多，我们用科学家的方法来解释。那有一位德国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呢，叫做马克思普朗克博士呢，他讲说呢，我对原子的研究呢，最后的结论是，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心识是一切物质的基础。这个量子学家他把那个研究秘密的那个，他那个方法以及现象分成3种，一种呢叫做物质现象，另外一种叫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讯息，那自然现象就是能量。这个物质是从讯息来的，讯息又是从能量来的，能量是从我们念头来的。事实上我们的念头也就是能量，跟能量是一样的。所以说他说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从念头的波动。我们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所谓波动能量，事实上它是一桩事情，因为波动就是能量。我们一般讲的业所带的业就是能量，所以它也可以讲波动。那这边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宇宙就像是一个看不见的电网，刚刚你们看到那个短片里面一样的，你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呢，生命它是一个，就是大家这个宇宙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它是活的，它不是那个静止的，它是活的。任何一个小点它接受到一个刺激，它的讯息就会传遍到整个宇宙，所以我们大家是一体的。那从这边告诉各位，大家有没有一个发现，两只小蝴蝶振翅在南半球造成一个飓风，那我们人呢是万兽之灵，你能不能造成比它更大的影响？绝对可以。这是告诉我们，今天孝是我们本具的性德，性德的力量很强。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整个宇宙呢，你都有这个权利哦，而且都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宇宙的缘起呢？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小看自己，今天我一个人能力绝对可以影响整个宇宙，因为小蝴蝶都可以的，何况我们不行呢？对不对？一定可以的。那另外科学家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说物质不管它是怎么小的一个物质单位呢，像是微中子，对不起啊，因为今天来的过程，我今天一大早才过来，那刚好好像在车上喝水很容易被呛到，呛到到现在喉咙都还怪怪的，所以开车的时候不要喝水，因为它一直在震动，不小心就被呛到了。
他这个不管他多小的那个粒子呢，他都具有什么见闻觉知的能力，而且呢他不但可以发出讯息，还可以接收讯息。那这个小小的粒子，你所发出的讯息呢，在整个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可以接收，它们接收以后可以形成反应，就像小蝴蝶一样，它正是这个讯息传到整个宇宙，宇宙任何一个地方接收到它讯息以后，它会做出反应，它们的反应竟然出现一个飓风来。但是呢，这里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个善意的念头，我们给善意的念头，这个念头我刚才讲过，它就是一个波动，就是一个能量，你在这个能量给它一个善的能量，它形成的那个结果了，是让这个地球更加和谐。我们等一下会讲它的道理。我们回到前面那一章看就晓得了。我们讲，因为大家觉得会很玄，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比如说我们一个身体，我们身体是由细胞所组成的，那么细胞是由分子所组成的，那分子又是由原子所组成，原子里面有一个原子核，那外面绕一个电子云，那么原子核里边呢还有质子跟中子，以前的科学家认为质子跟中子已经是最小了，所以他们叫了基本粒子，后来发觉呢质子跟中子呢，他说各由三个夸克所组成的，所以呢质子跟中子已经不是基本粒子了，那夸克呢本身就是基本粒子。还有我们晓得这个质子它带有正电，它要变成回到中子的时候必须把那个正子丢掉，同时呢它会产生微中子，师父讲经讲到微中子，微中子事实上它就是氢子的一种东西，因为我不讲太多，我讲太多可能要讲三个小时，而且你们都会睡着觉，那师父讲的那个微尘就是讲原子，我们佛经讲的微尘是讲原子，那么这个微中子呢就是我们师父讲经讲到的极微色，或是极微之微，或是灵虚尘，是同一个名词。那么科学家呢还是不死心，他继续把这些最小的粒子继续把它打破，用一种很强力量叫大强子对撞机，就把它一撞，结果撞到最后呢，你看看我后面写一个空空，我都没写东西，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东西它是最小的粒子，你打下去它应该是不会分解的，它还是在，可是打下去以后发觉是空的，它东西不见了。那这个道理是告诉我们呢，原来这个宇宙呢，本来你就把它看成一个波动，波动场或是能量场，它本来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能量在那么存在而已，或是一个波动的一个场。那么我们佛家不讲这个，我们讲光，在我们佛经上面都讲光，但是一些学气功的人讲气场，那事实上科学家是讲它是个波动场或是能量场。我们任何一个念头它就是一个能量，大家可以现在闭目养神试想一想，如果这个都是一个波动场，那我出了一个波动给它，本来它是很静止的波动哦，我起一个念头产生一个波动，这个波动是不是会受到干扰？比如说我一杯水里面放的水，我在这边稍微在旁边丢了一点点小沙粒，它震动，是不是整杯水都会受到震动？是一定的，这个道理是一定的。整个宇宙本来是一个很静止的一个波动或是一个能量，你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给那个刺激，它会影响到整个的那个能量场，能量场会受到能量，这个能量都会改变，它就失去在原来平静的状态，所以宇宙呢，所以我们在讲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很平静的。那很多人就跟我讲，我的父母生我之前，我也不晓得长得怎么样。事实上，这个父母，你千万不要搞错了。父母是指宇宙，不要想把它想成你的父母，那就搞错了。因为我们这个天地是养我们，天地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这个父母在就是天地未生之前，它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父母未生前，这个未生前的样子呢，这个父母这两个字是指宇宙来讲的。我们通常佛经里面是讲法界，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搞错，这很重要的一个理论。那么因为这个理论太深刻了，因为我如果说要把它解释清楚，就很多的像爱因斯坦，大卫波姆，希格斯博士，恩勒特，还有像这个普朗克，很多人我都要提到，讲完我说过你们一定睡着觉的，所以呢，我就做一个红红的框框，把宇宙的一些特性
帮你们整理出来，做一个简单的摘要，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记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思想到说，我们自信所产生的这个宇宙，也就是说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它的特性是怎么样的。第一个，它是可以无中生有。宇宙是怎么来的呢？它就是无中生有。科学家发觉呢，我们现在的宇宙呢，大约在100亿到150亿年前呢，一次的大爆炸的时候它形成的。爆炸刚形成宇宙的时候，它那个粒子非常小，那个宇宙非常小，小到怎么小呢？10的负33次方，这么10的负33次方有这么小，可以想象到负三十三次方有多小吗？你也不晓，我也不没有办法想出来。可是它在10的33次方之1秒，它可以瞬间扩大到多少呢？10的26次方，比我们现在的太阳系还要大。所以说这个时间几乎都不存在的，它瞬间出现，瞬间就扩大，也瞬间，如果这个念头瞬间它就不见了。有些星星是出来以后它就不见了，所以佛经讲当处出生当处灭尽，这个道理在这里来的。它可能它如果这个念头没有继续，它就当下它就不见了。念头第二个念头跟着上来的时候呢，宇宙就出现了。那宇宙出现就是不同的念头所产生，它是一种连续的相似相，把它重叠起来就是一个宇宙来的。我这么讲大家听得懂吗？还可以听得懂那就好，听不懂那 就听，因为我的歌词也不太好听，就忍耐一下。那第二个重点是宇宙是一体的，它不可分。所谓的不可分的道理呢，就好像海水，你那个刀子那么切切切切，你可以把它分开吗？没有办法的。而且它有一个重要 的特性，粒子之间呢，它有一个 很密切的相关联。所谓的密切相关联是指粒子来讲，他说如果有两个基本的粒子靠在一起，但是我今天故意把一个丢到另外一个银河系去，或者另外一个空间维次去，当我刺激啊另外一个小粒子，我放在我们的会场，那我就刺激这个会场这个粒子，在瞬间的那个同时，那个空间呢，不管它多远，另外一个粒子它也会跟着动。所以这两个粒子是相关联的，不管你怎么把它分割或者是怎么样的处理，这两个粒子它彼此都会互动，它有这个特性。那这个特性的将来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如果将来成立的话呢，你们就会有很好的时空旅行了。因为这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地方是一样的，我就从这边把你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是瞬间传输的啊！这个科学家已经在做了，他们是把几个颗粒粒子已经传输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但是他目前只是做到粒子上面的传输，人还没办法达到啊！它有这个特性。然后第三个呢，整个宇宙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而且呢，我刚才讲过，宇宙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因为有一个理论叫做零点能量场，零点能量场就是说你在绝对的低温之下呢，它还是有能量存在。所谓有能量存在，就是它有一点波动会动的，所以它是活的。然后第四点呢，它就说不管这个宇宙多小的粒子，你从那边取一个小小粒子出来，它通通还有这个整个宇宙所有的信息。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容易懂了，我们从大海里面取出一滴水，这一滴水你说是大海的哪一部分吗？它其实跟大海是不分的，所以它所含的信息是跟大海你取全部的大海所得的信息是一样的。同样的，整个宇宙也是一样，这个宇宙的另外一个小颗粒小一个粒子呢，它含有所有整个宇宙所有的信息，这个叫全息理论。这个全息理论之父呢，就是大卫波姆。那我们不讲太深刻。那第五点呢，跟第六点，这个很特别，其实第五点跟第六点是属于第二点里面的。那因为科学家有一个发现，最近我才读到我又发现我们以前师父在高雄讲修华严望净还原观的时候里面有提到显一体，我一体起二用，四三遍行四德，入五指起六观，其中最后的起六观，尤其是第五观跟第六观。第五观叫做多生入衣镜像观，第六观叫做主办复现帝王观。第五观它是多生入衣，什么叫多生入衣？
科学家最近发现一个问题，他也是用例子来探讨，那例子来探讨大家听不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刚刚有看到黄警官哦，就没看到他了，我们本来想拿他来做个例子，那我们假设他在好了，比如说有一个黄警官，他重100公斤，可是在这个宇宙的其他空间之间呢，不是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哦，其他的不同维持空间的整个宇宙可以找到10个黄警官，那这个10个黄警官照理讲起来是合起来应该多少呢？1000公斤，对不对？可是呢，在宇宙上测量它只有100公斤，可是我们觉得不相信，我们就跑到另外一个维持空间去找到这另外一个黄警官，我们就把它抱起来量一量，哎，它是100公斤，而不相信又跑到另外一个维持空间又找到黄警官，又把它抱起来，它也是100公斤。那么为什么整个宇宙的空间加起来呢，它是100公斤，可是每一个人他还是100公斤，这是多生入一，他这个理论。而且很特别咯，我问我们现场的黄警官说，你是真的吗？他说他是真的。诶，对，他是真的。我又跑到另外一个空间就问那个黄警官，他说他也是真的。所以佛法里面有一个主伴互现，他是主，其他就是伴，或是其他是主，他当做伴都可以，叫主伴互现，他有这个特性。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报告以后，我突然开悟，有一点误解，就是师父讲的六观里面最后两观，哎，通市场还可以懂得一点哦。啊，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宇宙的起源呢？让大家知道我们跟宇宙是什么关系。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有这个能力？我刚看那个小短片就知道，我们有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的。第二个呢，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跟宇宙是一体的嘛，所以我们对这个宇宙必须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最重要呢，我们有这个权利。什么叫权利呢？因为中峰禅师呢，在三十信念法本里面有提到，每一个人像我们都有往生之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极乐世界的人啊。这个海贤法师讲得更妙，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根，有没有听到这句话？他是我们的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极乐世界的人，我们现在是迷的，忘了回家。但是呢，我们有权利回家，因为我们是那边的人，所以这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权利最重要的是，我们最后那一点，我们有义务为这个整个宇宙付出一点心力。那这个心力是怎么付出呢？就用这个孝字，孝字是我们性的本具的，我们的自信本质的那个德能。好，我们就讲到这边，把它讲过去了。我们现在开始真正的进到我们的水结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我们水来做呢？我们从那个太空来看地球的时候，我们发觉地球是一个蓝色的星球，因为它整个地球呢是几乎由海洋、河泊、那河川、湖泊所构成的，所以它水呢占了 70% 以上。那再想想我们个人的话呢，人也是一样，里面的水分占了 70% 以上。当然呢，像那个小孩子5岁左右呢，它的水含量大概 70% 以上是没问题的。那像我的话大概只剩下 50%， 那老一点的人我是 60% 啦，我没那么到50，老一点的人呢，他可能剩下 50%。 所以随着年龄的改变，身体的水分会含量啊会有变化，但是总之呢，这个水占很重要的一个成分。那因为水是地球物质不可或缺的成分呢，所以水的见闻觉知它就可以代表一切物质，它的见闻觉知，所以我们研究水的结晶呢，就可以解开地球上一切物质的变化奥秘。那么江满瑟博士呢，在1994年的时候，他成立了水实验的这个实验室，他就开始以这个高速的那个摄影技术来观察这个水结晶。他经过数万次的研究，他发觉那个水呢，它可以听声音，而可以接受讯息，不管它是声音、文字、图像、意念呢，它都可以显出一个。比如说给他个善的念头，他显出一个很好的结晶，给他个恶的念头，他就给你派矿兵。我们看看派矿兵听得懂吗？就是我讲台语啦。那么我们这边看到了三个结晶，我们今天所看的水结晶只有这三个是江本胜博士的，而且江本胜博士他认为这个爱跟感谢呢是最美的结晶。那么底下因为他们的结晶有版权，所以我们不再用了。
我们怕出问题，所以我把他的肖像有放在这里。然后接着呢，我们都是我实验室所有的。那么我们是2010年才开始卖了江本胜博士，卖了16年。不过呢，江本胜博士他也不是第一个做水实验的人。在1988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一个杂志叫 Nature 杂志，它就是自然科学杂志，很多诺贝尔得主的人都是投稿在这个杂志上面。这个杂志非常严格，你一定要很真正的有很分量的那个内容，他才会接受。那他在1988年6月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论文，这个论文的标题写着无法稀释的记忆，然后他写一个大的标题 Memory of Water， 记忆之水。啊，因为这个投稿的人呢，他是法国的一个医生，他是专门研究这个免疫学。他有一个发现，那个发现也是很特别，一个突然间的发现的。他在他投稿是1988年，实验是从1984年开始，所以他比江本胜博士还早了10年。他怎么发现呢？我们知道这个细胞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白血球细胞叫做刺激性细胞，叫做 basophil。但是呢，我们人体也有一种抗体叫做 IgE， 有没有听过？一型免疫球蛋白。这种刺激性的白血球细胞呢，它的肚子里面呢含有很多那个过敏性的颗粒。然后它碰到这种一型的免疫球蛋白的时候，它会让肚子里面的颗粒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称为去颗粒化。它本来呢，为什么会过敏呢？就是因为那个细胞它把肚子里面的化学物质释放出来，我们产生过敏反应。所以我们遇到某些东西以后，这个细胞它就会释放过敏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就产生不舒服。那它就是研究这个 IgE， 就是一型的免疫球蛋白，他们发现呢，它的效用最好的时候呢，是把它稀释成1000倍的时候效果最好，然后10000倍的时候呢，它效果慢慢的减少了。可是它有一个助理，它一时的疏忽，把它稀释成10的10次方倍，就是10亿倍。各位想一想哦，一个东西被你稀释成10亿倍以后，科学的仪器都没有办法再检测到 IgE 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存在的。已经没有办法去检测到了，几乎等纯水一样。可是他因为不晓得再拿去治疗，结果还是有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在这边发现了，只要水碰到了这个 IgE 这个免疫球蛋白以后，他就记住它了。所以呢，就算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它的记忆里面就有这个东西，所以把这个水拿去治疗病人还是有效。所以这个他在1988年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这个医生很可怜哦，没有人，很多人不相信他，但是也有人相信他，但是因为相信的人不多，后来他就被解聘了，他工作没了，他是很可怜哦，后来被私人研究机关收留了。但是正义还是会被伸张的，到1999年的时候，欧洲有4个实验室证明他的实验是对的，但是他已经太久了，很可怜，有时候你做对事情还不一定有好报啊。那这里告诉我们，水有记忆性，所以如果有记忆性的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要跟大家特别提醒。今天如果海洋受到污染，我们比如说一个游轮破掉，这个石油散出来在海面上面，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把这个浮油全部都清除，这时候的海洋跟我们它未污染之前的海洋有没有一样？是不一样的。这时候你们喝的水，比如说你这个水受到污染，我们赶快把它处理掉，大家可以喝到新的水。你认为这个水跟以前的水有一样吗？这个水已经记住的它的不善的念头，这个记忆已经记在水里边了，所以水有这个记忆性。所以我们现在的要做的，避免受到污染，这不是说污染以后再来处理，所以要预防胜于治疗，这跟大家讲这个观念。我们实验室呢是针对我们2009年的时候筹划，2010年成立。那我们实验室呢是针对江本胜博士他的基础，我们把它扩大实验的范围，实验的深度我们也继续深入。那么师傅呢，我们是不是师傅上人呢？在讲最近30年来呢，那世界各地呢都在发展这个物质文明，忽略了精神文明。
所以呢，天灾人祸，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对竞争，那么族群之间互相对立，而且宗教跟宗教之间又互相批判，所以师父认为说必须改善它，所以他提出了四个方案：第一个，恢复伦理教育、道德教育，还有因果教育跟宗教教育。那师父提出这四项，这个叫我们讲四项事业，对不对？啊，第一个伦理跟道德，师父最崇尚的就是说做建宗祠。为什么讲宗祠呢？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皇帝的时候，没有太庙，通通叫宗祠的，叫百姓宗祠、万姓先祖纪念祠堂，都这些都是。另外都是祭祖，各位参加的祭祖跟三十七年，通通都属于那个伦理道德。还有刚刚讲的伦理那个道德讲堂也是一样。那因果教育呢？我们实验室专门在做这个因果教育。有一次有个人，他不是邪火的，邪火人从来不问这个问题。有一个邪火人在实验室成立的时候，他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在这寺院里边呢成立这个实验室我没看过，他问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我也没看过。那第二个问题，他说你们这么做油水多不多？因为他没写我，他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油倒是没有，水倒是很多。那第三个问题，他问我你们这样做不合事业的规定，会不会有因果报应？哦，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就跟他讲，这个做坏事情的早晚会有报应，可是我们实验室好像都在中午做，我们实验室做实验大部分都是下午做，所以跟早晚没有关系。好了，我们不谈这个的，我们现在是怎么看实验呢？我们刚才把理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呢都来看看响应，就是看看什么水，就是一个很，我们今天首先教大家怎么看水，因为水是很复杂的，我要教你们很深刻，你们大家也看了那个眼花缭乱，我教你个方法。各位看看这个是第一个结晶，是好吧，我们看那边好了。第一个结晶是中文的爱字，第二个是英文的爱字，第三个是拉丁文的爱字，它的结晶就属于这一类型，很漂亮。一个善的念头的结晶就是很完整，一个不善的念头，它的结晶就是会有一些断裂，哦，是不完整的。那爱呢？江本胜博士说，爱是宇宙的本体，这句话把它记起来。爱是我们本具有的自本，我们自信本具有的德能，所以这句话也把它记起来。所以这边就告诉大家怎么去看这个结晶。凡是跟爱相应的就是善，这是跟我们自信相应的。师父讲过，什么叫善？善的定义跟我们自信相应叫做善，与自信不相应就是不善。我们不要讲它不好，就是不善而已。好，那这是也是一个看了爱字，爱字它的结果是成这个样的结晶。那我们给它看我们的那个宇宙，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山河大地，这个结晶是不是很漂亮？它就是跟善一样，反正是跟爱有关系的，它成的结晶就是这个类型，这个叫做善。本来我们的宇宙它是清净的，本我们的地球它是美好的，我们山河大地也是非常好，所以水看这些图片通通出现好的结晶。但是呢，水结晶不是就要看外表，水结晶里面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很重要，它就是一些讯息。那我常常给大家看这张图，这张看起来是了无生机的一个图案，你们有看出什么东西来吗？这边有看到什么东西吗？啊，有人讲到了，一只猫，没错，有没有看到了？这个了无生机里面找到生机，水实验的里面那个核心就是我们要去发掘它的讯息。那因为呢，目前现在只有落眼起作用，我现在讲过，只有落眼起作用，我没有天眼，也没有慧眼、法眼、佛眼，通通没有。我不能讲我没有，是那几个眼，我现在不起作用啊，因为每一个人这五眼都是圆明，通通有。所以我们不能讲我们没有，只是现在起作用只有肉眼，所以我看到的东西呢就是这些而已。
那我很单纯，我们上面就是给水看我爱你，地下就是我恨你，所以这个结晶就是互相对照，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一个是善，一个是不善，这是跟爱来比较啊、哦。它不同语言也是一样，那底下这个也是，另外是看谢谢你，那底下是看我要杀死你，这个结晶也是一样，非常明显的差别。上面结晶是好的，底下结晶就是很乱。大家有一个人有一个师姐跟我讲，刘医师，你不要放这么多解水结晶，我也记不住。其实我没有要你们记啊，我只是让你们看一下而已，千万不要去记它。你要去记它，好像是你在学一个东西，就专门在学那些叶子，叶子太多了。我们自信能生万法，你能够记多少东西？我们记它的根啊、哦，那个根是重点。学东西就是学它的根，不要老是记上这上面的东西啊、哦。样子把它看一看，哎，它大概这样子，大概就可以分别了。你看，我们爱是宇宙的本体，爱是人类的本性啊、哦，就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性德。那么，看中文的爱，我给他给各位哈、哦，这边看了有这么多的图案，可是有没有发觉你们去外面买了结晶的书，一本书没有几张水结晶，有没有？你有没有发觉？如果你去买一买，拿来算一算，它有几张？可是我给你们看了，突然间都是好几张，十二张、几张、八张，只有几秒钟就跳过去了。但是这个不是说几天就造成的，是我们实验室多年来，我们当然我们人也比较多了，是事实。但是现在不能讲人多了，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 part time， 听得懂吗？就是他们不是专职的，所以一个礼拜来一次。那我们所以我们人虽然很多，假象啊，那是假象，不是很多。真正有在做那几个工，整天工作了就是几个。告诉你们，我们三位职工而已啊。那给他看不同的语言。这是拉丁文，这是法语，还有印度文，那波斯文，大家看一看就好，我没有让你们记哦，你们都观赏就好，我今天请你们来观赏。啊，第二个是阿拉伯文，俄文，它在旁边这个文这个结晶很特别，本来是六角形，它变成十二边，它很漂亮的一个结晶。有时候有些结晶，等一下你们就发觉了，它非常的漂亮。那是德文，你看我们这么多做了这么多的语言。每一个结晶都很美。那刚刚跟各位讲，为什么要讲宇宙的起源呢？因为有一个菩萨、哦、他叫做修南婆士，他真的是菩萨、哦、他已经悟到自己跟宇宙是一体的，所以他用零极限的方式来治疗的病人。他用零极限的方式治疗，他是用什么呢？他用下面这四个字，他怎么讲呢？对不起，请原谅我，然后再重复一次，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用这四句话而已来治疗一病人，还有改善整个州我们的医报环境啊。这个夏威夷州呢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有一个精神部门，那精神部门里面呢，它有三十个很严重的精神病患，这些精神病患呢，它都是一些枪击犯、重刑犯，还有吸毒、烟毒犯。每一个都很高大很孔武，你要跟他相处都不容易，很容易被揍。那个医院呢，每年要花50,000块美金治疗他们，可是呢没什么效果。后来请到修兰博士来，修兰博士呢到了这个精神病院，他就这个部门，他就把病历拿着走到他的办公室里边，他没有去见这些病人，他拿着的那个这个病历呢，他就看他得到了什么病，观想他得什么病就是我得什么病，他哪边在痛，哪一个部位在痛就是我哪一个部位在痛，他把他观想成这个病人就是我。因为为什么刚才讲过宇宙是一体，你不可以分割的，他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大家有这个观念，他已经当成菩萨了、哦、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里面的我，他以前过去跟现在今生，他里面所积压一些档案把它清除掉，清除掉以后呢，他每一个病人对着病历就是这样子念，念这四句话，30分钟，至少30分钟，经过3年，这三十几个重型的病犯呢，通通回家了，因为都好了。结果呢，后来搞得这个精神病院这个部门没有病人，就是只好关门了。那么在他治疗期间呢，这些病患都很严重的那段时间呢，
他们这个医院里边的那个花草树木呢，常常不管这个员工多细心的照顾他，都会枯死。这个墙壁呢，他一年不小粉刷几次都会脱漆。可是当这些病人慢慢的好转的时候呢，这个医院里面的那个花草树木绿意盎然，生气勃勃，那个墙壁也不需要粉刷了，所以很特别。他这个治疗方式呢，他就是用这句话，我们给各位看他的话呢，叫 All Upon Upon， 他的意思呢就是矫正或是改正，英文叫 Correct。 他就是用永无间断对一切众生说我爱你，用感恩的心永无间断对一切众生谢谢你，他就用这两句话来清除他过去跟现在他累积的一些档案。那这是他用的方法。那我们佛法更厉害了，我们佛法不用清除，我们佛法叫他改过自新。为什么呢？因为用那个将这个八字转为四字，所以叫他改过自新。所以佛法用的方法是不太一样，就是转八字为四字。所以我讲的方法就我们佛法是用改过自新的，不是把它清除。因为呢，佛法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前念浊尽即烦恼，后念离尽即菩提。菩提跟烦恼是一桩事情，我没有办法断掉它，那只好用转的。转的意思就是改过自新。那我们给各位看看这个图文，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散乱的，我们给你们看动画，它开始的时候是散乱的，但是这个爱的心 的心念呢，把它整个的聚在一起，所以这个结晶到最后呢，它是整个聚在一起，而且中央那个空洞呢，又长出一个花来，所以这个爱的力量相当强。因为我们就是用那个零极限的歌，他那个歌你们听起来就会有那种感觉。除此以外呢，他底下的结晶呢，下一层的结晶也是非常美。我刚才讲过了，爱是宇宙的本体，是我们本具的性德，所以跟它相应的结晶就是这类型，很漂亮。那我们给谁看我爱你？好 OK， 我们看我爱你。这个是水结晶层，那形成的时候，这是好，各位看一下就好，因为时间也不多啊。那这是看中文、日文、还有印度文、西班牙文、拉丁文，你看拉丁文的结晶有多漂亮，给大家看一下，欣赏一下。这个结晶注意看，它中间有一个亮亮的、圆圆的，而且那个光是很柔和的光，它不是很刺眼，所以这种跟爱相应 的光都是很柔和的，所以那个结晶非常美。那看对不起，好，我们看看这个对不起，开始的时候它有裂痕，但是对不起呢，就是一种忏悔的心，它也是一种爱的心、善的心，它这个力量把结晶呢，最后整个完全弥补起来，它成为一体，它并没有分开来。它到最后的结果，这个结晶是连在一起，成为一体。那看对不起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这个跟爱都是一样的哈。其他的语言也是一样。你看看我一次都放了很多张哦，这个都是好几年得来的哈，不是我，而且这个不是我得来的，是我们实验室大家的辛劳。我要讲很清楚，我只不过代表大家上来汇报一下而已。那请原谅我也是一样，我们给他看不同的啊，那结晶都非常美。那这个也是不同的语言，那我们给他看看，也选那个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结晶非常美。这是看俄文，请原谅我。它是慢慢的形成。
谢谢你。I'm sorry， 结晶都很美，所以几秒钟几秒钟看过去，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几秒钟就看完了。这个也是一样，这边有十二章，也是好多年。在这边一个很特别，我们给他看另外一个字，叫做无条件的爱。爱还有无条件吗？当然还有无条件的，对不对？有条件的爱跟无条件的爱是有差别哦。我们这个结晶是还是有差别。你看它结晶是很美，注意看底下这个结晶，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两个分开的，但是我们给它看无条件的爱的时候，它整个结晶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它分裂多散，它都是会结合在一起。这是两个，但是呢，如果它也可以重叠在一起，整个结晶是很扎实的重叠在一起，就是它的聚合力很强。更特别的，像这种快要，通常这种开结晶一开始 它就是有点要分离的，很少不分离的，但是看了这个字以后，它到了最后还是粘在一起。甚至于三个，你看一二三，这三个它也是聚合在一起，三个根本没有离开，底下四个它也是粘在一起。那你不相信，我们再看一下，上面是五六个好像不止的，它也是粘在一起。所以它有这个特性，不管你的分散有多少，它有那个力量就把它聚合在一起。所以没有条件的爱很特别哦。甚至于下面这个结晶，你有没有看到出现好像一个笑脸？有没有看到他嘴巴笑笑的？你们仔细看，就发觉他好像很可爱。还有，那么刚刚是看中文，他的无尽的爱，无条件的爱。那现在看英文，无条件的爱，结晶也是很美。甚至于你看到有没有这个结晶很特别，它这样子吼吼吼吼，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嘴巴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用讲的比较快，我解释的很困难。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宇宙间最漂亮的结晶？你们今天有福了，我不骗你，这个真的是宇宙间最漂亮的结晶。看英文，无条件的爱，看看这个结晶，你们有看过这么美的结晶吗？这个结晶真的是超美的，我只能很赞叹它。我不敢讲说绝后啊，但是空无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你看看这个结晶一开始它就是张开的一个裂，而且它这个结晶是很不扎实，但是竟然它结晶发展到最后是变成一个很美的一个结晶，开口到最后它形成一个很直，这个结晶很扎实哦。虽然开始是很散乱，但是看来英文无条件的爱以后它变成这个样子，你们可以想象到吗？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无条件的爱力量很强，我们不要小看这种爱的力量。整个爱就是宇宙的本体嘛，是我们本具的性德，这个力量相当强。我们只要随时发出这种爱的心念呢，宇宙绝对会更好。而且你要相信你自己有这个能力，不要说我才一个人能力不足，我要多少几个人也可以，但是你就够了，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整个宇宙。我可以跟你这么讲，为什么刚才一开始就放个动画给你们看，两只小蝴蝶就在一个北半球拍拍拍拍这样子而已，讯息一传出去，他可能当时肚子饿了，所以他传出去的那个念头是不太好的念头，就产生飓风来了。他当时如果是很高兴的念头，那就不一样了，可能不是产生飓风哦，可能那个变成那个温度就会降，都很适合的，像春风化雨一样的。各位看看这个小朋友，你看到这个小朋友第一个感觉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很高兴，心里就是很舒服，他给人的一个感觉，这个善的感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水也是一样哦。刚刚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我们特别跟大家提一下，我们实验室是在看水听水，我们有一个隔音箱，我们刚才有看到一个隔音箱子，有没有好像保险柜一样把它隔接起来放在里边。
而且这个隔音箱是放在环境室里面，环境室也是隔音的。而且我们环境室在哪边呢？在我们实验室，我们实验室管制严格，不做实验不让他进去。所以这样重重把关之下呢，我们才做到实验来。但是有一个人曾经听我过演讲，我曾经跟他讲过一个问题，就是宇宙的起源。他很厉害，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刘居士，你做这个隔音箱有意义吗？我当时听得懂，为什么呢？因为这隔音箱也是宇宙中的一份子啊。我们起任何一个念头，不管你外面怎么给它包起来，里面是不是受影响，还是会的。所以他很厉害，他马上就懂了。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个观念，我们在实验，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江本胜博士不是第一个做实验的人，而且那个法国医生他也不是第一个做血实验的人，在更前面还有人做血实验，但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证实。不过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他把这个玫瑰花放在水里边，让它直接接触，直接接触以后 把玫瑰花拿掉，拿去做水结晶，一看发现它呈现出什么玫瑰花的影子来。他今天放郁金花郁金香，它就出现郁金香，它不会放了一个菊花出现一个芭乐，它没有这种现象。所以呢，这里得到一个讯息，那是告诉我们水有一个特别的讯息，就是它对这个最近他所接触的讯息特别强烈，好像很多事情是往事，他渐渐的淡忘了，但是他没有遗失哦，只是淡忘。但是最近所发生的东西，他记忆特别强。所以呢，你看看这个结晶有没有看到？他看到这张图的时候，他出现的结晶，这个结晶里边还有一个小舌头，有没有看到？他的嘴巴就是跟他笑笑的是一样的，哦，他那个感觉，那个水会显示出来。而且呢，另外一个结晶，这个是这样，我们给水就是贴在这边给水看，那个瓶子是贴这个样子，那个水呢，它有一个笑脸，而且它整个结晶非常完美的，因为我们来看的话，看到这张图片，你就很高兴嘛，水也是一样的，一个善的念头。而且为什么水的结晶会出现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小孩子我自己发觉的，小孩子的心很清净。所以散发出来的念头是清净无染的，是非它是没有受到污染，是一个善的念头。如果我今天给他看一张别的一个老人家或是一个中年人，他还不见得，因为水小孩子的念头是最清净的，哦，这个念头很纯净。同样的，我们给水看这个饥饿的婴儿，这一张图片呢，它就出现一个跟它一样很类似 的结晶出来，但是另外两个结晶却是很美。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水也是众生，它是无情众生，它是矿物，水跟我们一样是一体的，它也有见闻觉知，而且这个爱呢跟慈悲呢都是我们本具的性德。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你会不会认为它很不好？你一定会觉得他很可怜，悲悯心就出来了。水也是一样，所以他出来的结晶是很美，是一种爱的一种心 的一种念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看到这个会觉得不好，没有，我相信你们看到这张图，你会觉得他很可怜，那个悲悯之心出来了。同样的，水也会引出他的悲悯之心，水也是众生哦。我常常讲到一句话，我们看水结晶有个很特别的现象，我们给他什么念头，他就反映什么样的东西给你。水不会经过思考，所以说水呢，它没有分别心，所以水已经断了尘沙烦恼。而且水呢，它随缘就方，你放到不同容器它都可以，它不执着，它也断了什么见识烦恼。所以它水应该是菩萨了。那这样讲对不对的？不晓得，要请教师父。那至于无明烦恼，我就不敢讲了，因为我还不太懂。但是我可以知道，水你给它放了不同容器，它随便放它都可以接受的，所以它没有执着心哦。啊，另外这个呢是听阿弥陀佛的圣号，这个圣号它所产生的这个结晶非常美，而且很扎实。这个其实要讲这些图，哦，要花很多时间，我们今天只是介绍，简单的介绍。我说响应就是看一看就好了。
不要记他。那是听阿弥陀佛的声号，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念佛记，有一个小鸟叫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个半个佛号一样，就是那个听念佛记而已啊。这章就要特别解释了，这章是听师父念佛的念佛记，给水听师父他念佛的，而且那一天我们是做给师父看，当场做给师父看，把那个听他的水结晶拿到实验室显微镜之下给师父当场看，就出现这个双层的，而是金色的。这个是听师父的念佛机，而且师父也在场，很虔诚的啊。这个结晶呢很特别，所以要特别提出来。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结晶。那你有没有看到它是双层的，而且是金色的结晶，很漂亮。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师父是什么了，因为海贤法师有讲到师父是什么人，再来人，对不对？不用提，我们听海贤法师所讲的，不是我讲的，海贤法师讲的，不要到时候说刘一直都乱讲话，没有，我是根据海贤法师所讲的。另外呢，我们有在那个三世系列里边呢，我们有发现这个结晶出现一个盒，跟这个墨宝是师父写的盒。在三十系列里面出现这个盒，那么各位看看它的旁边的花，一二三四五六，叫做什么？六盒，是不是？那这个在三十系列里面水出现这个的意义是告诉我们，参加这个法会呢，一定要有六盒的那个心，它才有意义。哪六盒呢？你看，见戒身口意力。见合同解，见合同修，刚好有六个，你必须要这六合都要记住，这个三十七年才有效，所以水都已经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水是放在三十七年的会场，水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做到合六合。事实上，师父讲，这个世界上有六合的僧团不容易找得到，是不是？这是师父讲的，不是我讲的，因为不是师父讲的，我不会乱讲，那师父讲。这世界上要找到真正六合界的僧团困难，所以水也是告诉我们，你要做到六合，而且很特别。各位看看它的结晶呢，它形成合以后呢，第二个形成的变成一颗心，有没有看到？所以六合在哪里？在那个心，你有没有这个心？那最后变成圆圆的圆满，有没有？所以它有它代表的意义，这个是不会骗人的，它水结晶就是这样子过来。我们没有造假，那个水结晶就是这个样子，这也不可能造假，对不对？另外我们让水看这个盒子这个字，它所呈现呢也是一样，这个盒很重要，整个水结晶就聚在一起，一开始的时候是散乱的，最后也是合在一起，我们看这个盒子，那个结晶呢，这个盒子也是一样，它是散跟那个爱合呢，合起来，这个合字很特别了，但是集合大家的力量，力量大的话呢，它所产生的效果就更明显。那个结晶呢，你看都是很美的。我们这边不看，我们给各位看一看另外，这个是看合字，我们再看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懂的，我们就给他看一朵玫瑰花，然后玫瑰花放在里面，玫瑰花有香味，它也会闻到。我们把那个水的盖子拿掉，不但给他看。而且它还可以闻到，各位有没有看到？它就出现一朵花。我刚才讲过了，水对它当时最近接触的那个东西印象最深，所以它出现的影像也是最深。它出现旁边这边是不是一朵花？非常像，而且它的感觉结晶非常扎实，非常圆满。它也是善的。那给它闻这个惠安沉香，我们把它点燃，让它闻。水喜欢沉香的味道，它闻起来它觉得很好，但是呢，不是每一个沉香，你要买到好的沉香，不要随便一个沉香上面只写沉香，那也不见得是真的沉香，那水给它闻这种腐嫩的大白菜，你看这个大白菜呢，有一边好好的，一边快腐烂掉了，它出现的结晶是这个样子，甚至好像有一只小虫在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虫，蛀虫一样，几乎很类似。那
给水看，还有闻，看香烟，闻这个抽烟的味道，那这个我就牺牲大了，因为这烟是我抽的哈。我抽烟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烟吐在水里边，那个水的结晶，那个瓶子里面，那盖子是打开的，你们看那个大盖子是打开的，然后我就多抽了好几根，我怕那效果不好，抽了好几根都插在上面，顺便给水看。你看很特别哦，它这根烟是不是出现了一根烟？那个烟还是点燃的烟，有没有？还是点燃的烟，而且它出现了，我没有那个功夫可以吹出两个圈圈，它出现了两个圈圈。事实上我没有这个样子，我只是往里面一吹而已，我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吹的，因为我不常抽烟，也不是说不能常抽烟了，偶尔需要抽烟的时候就拿来抽烟，所以我没有练到那个功夫，可以把那个烟变成好几圈，我没有。但是水竟然出现了好几圈的能力。他看好像我有这个能力的样子哈，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这个实验是在外面做？你看看看，可以看到天空。因为我在抽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跑掉了，实验室的人抗议，我只好搬到外面去做实验。所以唯一不在实验室所做的实验就是这个抽烟，因为在里面没有人会待得住的。那另外呢，我们刚刚用的都是不让水直接接触，但是呢，我们就把这个朝天椒大家晓得很辣的辣椒，我们直接就撞放在水里边给他看，结果水出现这个样子。所以那么有个师姐就跟我讲，刘医师，你爱吃辣椒以后不要吃的，因为这个辣椒水不喜欢，所以它是不善的念头在里面，所以你身体会不好。我很感恩他，但是我就回他一句话说，我吃辣椒的时候我心里很快乐，我一个善的念头都给这些水，我告诉他啊，我很快乐，我很高兴，所以呢，他不一定会呈现这个样子。但是一个不喜欢吃辣椒的人呢，他辣椒吃下去就开始叫苦，那真是他对身体真的是不好的。但是呢，我吃下去的时候我很高兴，所以这时候我的念头是不一样的。那么义呢，这个字又很特别，它是用正直。那公平合乎自然天道的法则，它最重要就是能够共而忘之，牺牲小我，舍己为人。这个义的结晶我要给各位看呢，这是很特别的。为什么？我们先看它的真正的结晶。那这个结晶非常美，有没有看到它非常美？它整体上啊，这个是义字哦，只是看那个义而已，它的结晶是相当美。那底下的结晶也是非常美啊。我们尽量不让大家看字，你们就看图片就好了，看结晶就好了。那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这个很早以前的影片叫《真善美》。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很早很早一遍，而且为什么要给他看这个影片呢？因为他没有版权，我们可以做，要不然我发表的时候还要付版权费，那很困难的啊。各位先看看这张图片，你们有没有发觉这边是一个鼻子，这边有个眼睛，那上面有一个皇冠，好像你看到不是宙斯就是上帝或者耶稣，有没有那个感觉？仔细看哦。好，没有关系，我们给你看图片。我们先讲这个老师呢，他就是用爱的心，把旁边这个小孩都是破碎的家庭的小孩，他用这个爱的力量把这些破碎的家庭呢，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家庭。那这个电影就是演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看看那水结晶，这个电影我小时候在看，但是我差不多快忘了，但是他所讲的内容我大概了解。好，我们就看到他是不是开始，这边有个大鼻子哦，外国人都是大鼻子，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的眼睛上面是不是有个皇冠？而且这个还不是最凄惨的地方哦，整个影片看完以后我们继续看。你看看他的结晶又出现了，出现一个心，有没有？最后它就是一个心，它在一个六角形外面有一个结晶，里面出现一个心，有没有看到一个心？哦，有看到心。
所以这个就是爱的表现。看这个片影，水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哦，很特别的。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到了有一个人叫 Jane Goodall， 大家知道 Jane Goodall 博士。这个博士呢，他小十一岁的时候都他就会想到去非洲去帮助这些那个，就是这些有很多动物在非洲人，因为他很肚子比较饿。我为什么讲比较饿了，这样比较好听，不要讲他们穷苦，不过我已经讲出来了哈。啊，他们就是碰到一些动物，只要能看得到，然后就拿来吃，所以很多动物呢快要绝迹了。所以他很少就想，他很想到那到。大概在27岁的时候，哎，26岁，对不起，26岁的时候呢，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他就跑到非洲去了，去研究黑猩猩。而且他发觉这个黑猩猩呢，他可以制作这个工具，还可以使用它，不是只有人而已哦。他这个发现呢很重要，哦，他说黑猩猩的智慧很高。那他在1977年的时候成立那个国际真古德协会呢，他的除了研究黑猩猩的行为以外呢。他更积极地投入动物的保育还有教育推广以及地球 环境的保护工作，在全球大概包括台湾在内有120多个国家推动根与芽的教育计划。然后他有一句话很重要，他常常勉励大家说，每一个人都能够使周围的环境变好。我刚才讲过了，每个人你们都有这个能力，宇宙的事实真相就是告诉你们都有。而且他令我感动的就是说，他在每天醒来下床之前，他都会讲一句话，我今天能做些什么让这个地球变得更好。他真的很值得我们赞叹。那曾博士呢，他在2002年的时候已经变成联合国的和平使者，06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颁发60周年的时候还颁发一个特别勋章给他。那我们呢特别剪辑他的纪录片里面剪辑了3分半钟的时间，那给谁看？我们来看看曾古德博士他一生的情谊。那这3分半的短片也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他当时发现这只猩猩的时候啊，他很瘦，他快要饿死了，很瘦。后来呢，曾博士呢就收养他，爱护他，照顾他，把他照顾到他完全恢复的时候，就把他放回他原来的环境里面。他这是啊，这是要放回去，他说野放啊，野放他原来生态。他才3分半的时间啊，大概。那这个为最终点，他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仔细看哦，它的重点在后面。他们就把它搬到他们要野放的一个地点，他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地点。然后把它打开，让它回归大自然。我们就是把这个影片给谁看？这只猩猩叫做汪达，它在离开之前，它就回家了。各位看看喽，曾博士是站在后面，这个才是曾博士哦。我们看看猩猩的汪达的举动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到森博士对动物的那种心？照顾自己的小孩一样，他是一切众生跟自己一样，哦，他没有分别心，他真的是做到慈悲平等对待一切众生。
所以动物只要靠在他身上就感觉到一种非常安全非常平稳的一种感觉。啊，曾博士不是只有把他放着，他还会跟他一阵子，看他有没有真的啊，他确定他是安全的离开，真的安全离开他才离开，这是后面的。好吧，我们就把它停下来好了，后面就是只是观察它而已。那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就给水看，水看到在它开始的时候很瘦的时候呢，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晶。可是呢，各位看看，大家看看这个结晶呢，这个结晶出现一开始有一个新鲜的头出来的，那慢慢的到这边有没有看到新鲜的头？不太清楚的话没关系，我们看下一张，我们把它放大这个图，我们把它截取下来，这个是不是曾博士的肩膀？这是他的头在这里，我们给你们看他的整个那个片子，水结晶的结晶是怎么样？我们看看，我看到曾博士的肩膀有没有看到？哎呦，星星的脸。水呢，它都可以，它水真的是你给它什么东西，它就显示什么，它不会骗人，它甚至很诚实，它不起心动念，所以我说它是菩萨，因为它见识烦恼跟正上烦恼都断了，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心。水呢，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它不是只有就星星，我们再看一下。水呢，它的结晶给看这个影片的结晶都很美，那这个我们就跳过去，它一定是很美的，没问题。可是呢，它连曾博士的影像都出来了，有没有花姐？所以呢，他对这曾古德博士他的感觉很深刻，他不但出现星星，连博士的情况也出来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看这些，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后面还很多，我本来要讲2、12、13、14、15，还有你们的这边的记住答案我们都有啊，那个早那以后的事情不谈啊。那这是今天看到的东西，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水你给他什么样的念头，他就出现什么东西给你。所以人的念头影响很大，不要随便发出那种不善的念头啊。不善念头不是只有我们变坏，整个宇宙都会变坏。好，我们现在底下就不再谈了。我们利用最后的一个时间，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个短片，做最后的一个结束。因为今天是讲笑，所以我们给看一个短片，这个网络上的短片不是我们的，大家可能看过了。那如果你今天有了上这一堂，不是上课啊，来听这一堂课啊，那你就会发觉，你一定会做对事情。不会做错，啊，我们就以这个最后这个网络上一个短片呢，跟大家做个结尾，回去思考。路过呀，我们把它看完。5点，哎呦，你甭管，妈过去看你去。他刚刚接电话，是他儿子出差经过他们家，他跟他打电话跟他讲，我现在他内容我不太清，他说我搭几点的飞的那个火车，在这段时间你有空可以来看看我。这个妈妈一想到说他的孩子好不容易经过他们这个城市了，他就想到他想喜欢吃的东西就顺便带过去，他就赶快去买东西，尽量的赶着要给他孩子吃这个东西带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在赶，看他一直看到时间快到了，会不会来不及？你看他很聪明，用热水，然后在那个瓦斯上面，哎，结果真的还可以有瓦斯出来，还不简单哈、哦？妈妈毕竟是妈妈哈。你看，他赶快把它塞着，因为他孩子喜欢吃这道菜，然后呢，赶快要出门了。他不但出门，因为路很远，他抄小路，你看看他怎么抄小路呢？来不及了，只好抄小路。
看他走的路呢是不好走的路，骑行的路，你看他为了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好，结果他孩子呢，我们看看他的孩子在等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孩子在打电话跟公司联络，他妈妈来看，没发现。公事不重要，对，私事不重要。好的。好，就这样。他第一句话跟他妈妈就说：“你怎么才来？你怎么这时候才有开了？”你最喜欢吃的。现在出差，我还要见客户，我怎么能带这个？我都做好了。能占你多大地儿啊？带上。看妈妈对孩子的照顾，你看，他又接到另外一通电话，接到另外一通电话，他忙着要去接电话，不小心东西掉下去了。啊，你看大家都很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好，火车后退了，时间重来，瓶子修复了。心是怎么样，孩子的心是怎么样的样子，如果你选对了做对了，他的后果是不一样。这个短片很短，快结束了。至少 他如果做对了，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在他身上；如果不做错了，他在车上就没东西吃了。啊！时常会想起咱白发的父母。那一开始放个短片，让大家了解；最后我们以这个短片来供养大家，也给大家做一个思考，因为。至少我今天都没提到什么笑，所以最好用的影片来代表，啊，也有提到了，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刘医师。刘医师通过科学的实验，证明了爱和感恩是宇宙的核心，而爱当中最伟大的、最无私的，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爱。让我们把这份爱心永远的保持下去，我们掌声感谢刘医师。接下来我们的执行长黄执行长会和我们的刘老师呢一起来照一下相，我们大会对刘老师的一种感谢，代表实验室40位同仁，还有大会给老师的礼物，谢谢老师。